重一下，钓的是两条不？两条。两艘渔船燃起熊熊烈火，还一边传出爆炸声，浓烟狂窜，海巡人员在海上借护，消防人员岸边洒水灌救，一路从天黑处理到天亮。接手，接手。渔船烧得焦黑，铁架外露，海上跟岸边同步洒水。大年初一清晨五点半，盐埔渔港三艘渔船并排连环烧。部分的绳索因为渔民把它解开了，另外两个人飘到第二面去。然后第二面的时候，我们后续支援的单位来，我们就在第二面，然后做一个分开两台那个渔船的护航船掉。那渔船的话是都推到岸边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抢救。消防局大约一小时把火势控制，一边用泡沫灌救。五点多到现在，持续上我们正在用泡沫灌救。所幸早上九点半火势扑灭，也没有人员伤亡，起火原因还要调查。其中一艘竹筏只有轻微受损，但另外两艘几乎全毁。虽然隶属不同公司，但有渔会人士粗估一艘大约500万，对业者来说恐怕是初一最心痛的消息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吴慧珊评论报道。